干什么的？官爷，有件事小的想打听打听。何事？如有案件线索，可否有悬赏啊？你有案件线索？哎，没错，小的呢是城东打更的，茂国公世子被杀案，小的知道凶手是谁。又来个骗子！哎，官爷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亲眼所见的。那世子啊，本来后脑勺就有伤，这凶手悄悄摸到他身后，拿起这么大一块石头，狠狠地砸他后脑勺，砸死了。这次没有，那世子躲开了。可这凶手啊，饿得很，将世子压在地上，又举起这块石头，狠狠地一下砸在后脑勺上，砸死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我看到那凶手长相了。行了行了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不，你怎么不去说书啊？就你这样的人，每日都有来跟我要赏钱花的。你啊，快走吧。不是，官爷，我说都是真的。快走，我是人证。走，快走，人证啊我。王玉就是你杀的，竟然真的被你看到，那你就别想活了！快出来呀，我要见阎王了！救命啊！侯爷，李大人，你们可算来了，这胆都吓破了。捉拿罪犯有功，这是给您的赏钱。谢侯爷，谢李大人。原来是你杀死的王玉，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你之前已亲口承认，如今狡辩也没用了。这一切定是你的诡计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证人，是我自己沉不住气上了你的当。分明是你做贼心虚，我只是不明白你是如何知道是我杀死王玉的？到了公堂之上，你就明白了。带下去。是是。这次多得侯爷相助，才能这么快找到真凶。